好，来继续来看哦，即马正是一期稻作播稻的时阵，未少农民开着这个火犁啊，落田做事的时阵，要甲恁啊顶面的土清好清气，就开上路，好几条农路拢是土，就惊民众受伤。所在乡长所为准，就来呼吁农民一定爱将农机具哦清洗好清气，再个开上路，维护用路安全。即马正是一期稻作播田期，真侪农民拢在。着农机落田工作了后，拢无甲恁啊清好清气的上路。地势真济，农田的土角沿路安尼搭，地势学多歹，犁田的四个兵团。咱最近吼是咱农忙时期吼，那么有真济耕田播田的这个农机具吼，咱伫路的咧行。那么伫遮吼要来呼吁吼，我们这些农民，那么伫咱农机具吼有徛的时阵，会有一挂铲土落伫咱的路的。那希望讲吼来呼吁咱农民，会当甲这路的这铲土。会当较清清咧吼，啊，然后再行，较袂造成讲咱啊，所有咱其他的乡民伫咧使用道路上，不管骑车也好，还是开车也好，会造成啊交通的危险。沙山乡长苏伟准表示，即阵啊，就是听到机车骑士搞到铲土取道的消息，因此特别呼吁农民，爱加将恁啊清好清气，才去上路，无嘛爱记咧将路边的铲土进行清理，保障用路来安全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沙山采访报道。